位虔诚大德，大家晚安。很高兴呢，今天要到我们易经的第十五堂课了。今天呢，就是要把六十四卦做一个结束。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梅花心意。梅花心意呢，跟这个先天八卦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也特别把它画起来。等一下呢，我们就知道了。还是。照惯例的后水呢就是先讲个故事。以前呢就是有一个富翁啊，很有钱啊，又有钱又有地位，又有各方面都很好。然后呢他娶四个老婆，然后呢他年纪老了，身体也不行了，所以 生病了。所以生命垂危当下呢，他就在想，我死掉了，我到地府去了，不知道这四个老婆什么人可以陪我去啊，就这样子了。然后呢他最喜欢的最疼的就是什么第四个最年轻那个了。所以就问他，我快要死掉了，然后我很危险地府去啊，你愿意陪我去吗？第四个他说啊，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以跟你一起去呢？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如果自己要去的话，你就潇洒的去吧，我要过我的生活吧。所以他就不准啊，我平常对你这么好啊，你结果是这样子待我。然后他就问第三个老婆，第三个老婆跟他讲啊，他说你财产这么多，你不在了，我要负责帮你管理这些所有的财产啊，还有不动产啊，还有什么遗产啊，要帮你处理好了，不然谁来处理呢？他想一想也对啊，然后不然企业这么大啊，没有人管理也不行啊。然后他就问那个老二，第二个太太第二个太太跟他讲啊，他说我没办法跟你去啊，因为那个什么，你出殡那一天呢，我一定会特别的送你一程啊，这个我可以做得到啊，你叫我陪你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最后他找到他很久，已经忘记了这个他的原配，就大太太，原配呢就说，嫁鸡随鸡走啊，嫁狗随狗跑啊。所以既然我已经嫁给你了，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已经快不行了，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就跟定你了。他听到这里非常的感动。所以这是一种寓言的故事，可是以佛家来讲呢，它是有道理的。它呢这个故事象征的说什么，那个四姨太就是最小那一个，代表我们人的青春啊。还有美貌啦，所以你看我们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什么都很好了，对不对？脚力也很好，记忆也很好，体力也很好。你要做什么，要登山啊、下海啦、都非常的随心所欲。可是嘞，郭先生，像或许这种年纪，当六十岁、七十岁了，哇，可能你要出去都要顾虑一下。所以代表说我们一个人的青春美貌。还有岁月都会随着你的年长慢慢消失掉了。所以你看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可是老了嘞，通通一样的，老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了，对不对？然后三姨太也代表我们人的财产的财务，即使你拥有了几十亿、几千亿、几万亿，到最后嘞，死掉还是都是别人的啦，可能留给了子孙啊，留给了谁啊，都是别人的。所以你一毛钱也带不回去啊。三姨太呢，他代表了亲戚朋友，亲戚朋友本来都跟你很好啊，可是你走了嘞，最有情的还会来送你一程这样子而已啦。在高飞是跟你一起供这几供三几供这样子而已。到最后会跟你一起走的是什么人？就你的佛性，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啊。你肉体不在了，佛性本体他就会离开了啦。你去哪里，他就跟你去哪里啊。你去天堂，
他就跟你去天堂了，哎，你去地狱，他就跟你去地狱了，哦，啊，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了，真的就是这样，哦，啊，可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呢，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问呢，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哎，你要说啊，我哎，佛性啊，你在哪里呀、啊？哎，佛性啊，哎，你满不满啊？我们从来不找佛性的，我们都找外面的有形有相的，哎，因为佛性是无形无相的，哎，怎么去找他呢？好、哦、啊，其实哦，圣人叫我们时常回光返照，你回光返照，你就是在用你的佛性了，哎，啊，用你的佛性出来当家，你用佛性当家，眼睛就是佛性在看的，鼻子就佛性在吸气的。嘴巴就佛性在吃东西的，耳朵呢就是耳那个佛性在听的，好、哦，所以你就可以达到非理勿视、非理勿听、非理勿言、非理勿动，哎，这个叫做克己复礼的功夫了，哦、啊，所以呢，这个小故事呢，啊，有它的一个大道理所在，啊，再来呢，哎，跟各位再讲两个啊独一诀窍，啊，这两个独一诀窍啊，各位姐姐，你有没有发现，哎，有什么不一样？这种独一诀叫做运移生卦，哦、啊，这个在断什么？比如说你今天动到了豫卦、雷地一卦，它的过去式就是牵丝复卦这三个卦，它的未来就是比卦跟摸卦，它就可以动过去跟未来。你动到丝卦也是一样，它的过去式就是复卦，未来就是后面这四个卦，哦、以此类推。啊，什么叫运移生卦？运移生卦就是要五阳一阴，还是以五阴一阳？这种卦才可组成为阴离生卦，啊、哦，所以阴离生卦哈，你看看啊、哦，哎，你看红色的就好了，阳爻就好了。你看第一爻、第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是不是好像一直运转它是上去似的，好像一个楼梯一样，有没有？这种的卦叫做阴离生卦，啊、哦，《易经》里面有它的专有名词所在，哎，啊、哦、啊，所以你看，这就是啊，步步高升，有没有？啊、哦，阳爻的一直上去了，所以。啊，第一卦就复卦、丝卦、牵卦、豫卦、比卦、波卦，哎，这个叫做啊运离生卦，啊，然后呢，这个也是运离生卦，可是它刚好是相反，是五阳一阴，刚刚是五阴一阳，哎，独一诀窍都是在那本书的最后面的，啊，因为后水最后的整理时候，就把独一诀窍通通整理在最后那里，啊，有十几种，啊，哎。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这个叫做阴离生卦，可是呢，它是五个阳的一个阴的，哎，啊，它的阴的，你看也是第一爻、第二爻、第三爻、第四爻、第五爻、第六爻，啊，它也是一样。如果它动到大爻卦了，它前面就是这四个卦，后面呢就是外卦，啊，以此类推，啊，所以这种呢都是叫做阴离生卦，啊，如果你是两阳之阴的。好、哦，还是说三阴三阳的就不能用阴离生卦的，只有五阳一阴还是五阴一阳才可以用阴离生卦来断，啊、哦，类似这样，好，这个应该没问题的哈、哦。好，再来呢，这个叫做消长卦，消长卦，像这种的卦象叫做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好、哦，还有一种叫做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啊、哦，不一样啊、哦，好、哦、啊，所以君子就是阳爻。哎，小人都是阴阳，好啊！所以各位姐姐，你们看到这个是空卦，本来是都是阴阳的，都是小人，哦，哎，可是呢，你慢慢修到的时候，哎，你的阳爻，你的正面一直变成一个了，然后变成两个了，三个了，四个了，五个了，六个了，哎，就最后达到一个纯阳之体。所以这个叫做君子道长，就是阳爻越来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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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君子道长，君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各位姐姐，你知道这个图就是教我们如何修道、办道、行道、了道。我们修道就是这张图啊，啊，或者把它讲正更简单。空卦是不是啊？空卦就是为地嘛，地就是地狱呀、啊。乾卦就是啊，乾卦就代表天嘛，天就是天堂啊。啊，就好像说我们是从天的地来的，不要紧。你从哪里来的都不要紧，人生难得今已得，啊，中华难生今已生，三衢难立今已遇，名师难逢今已逢，啊，所以不管你的来历，从天堂来的，成愿再来的不要紧，从地狱的人道来的也不要紧，哎，这个
你是什么啊？业力带来的也不要紧，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论你的来历了，不能论什么，论你今生今世修得多好，了解吗？所以你看，即使你是从地来的哦，你知道修，哇，我脾气改掉了，改掉一个人，就变成一个羊了，我毛病也改掉了，哇，又变成一个羊的，贪也改掉了，嗔也改掉了，痴也改掉了，哇，嘿，不好的佛性通通里面没有的东西通通改掉了，习性都改了，难道各位姐姐，你的佛性就回复啊纯阳之体？纯阳之体呢，你就可以回天堂去了，前面就天嘛，就是天堂去了。所以各位姐姐，这个就是教我们如何修道的法门，所以呢，一定要修，如果不修的话，你的阳气不足了。以前或者讲过我们一个人都是半阴半阳，如何充实你的阳气，就是要修，最好的话可以吃斋那更好，因为吃斋叫做纯阳之体你的阳气就越来越好，所以吃斋对身体也很好长期吃斋的人他的肉会变成什么碱性的如果长期吃动物肉的话它的那个皮肤会变成酸性的所以酸性的人酸性体质的人容易得癌症碱性的人不容易得癌症所以呢吃斋对我们身体真的很好所以各位姐姐你慢慢的经过如数了然后累积你的德性了慢慢慢慢一直来了这个叫做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所以你看你还可以真正修成正果回天堂去报道这个绝对是这样子的好这个就不好了这个为什么不好这个叫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意思说小人越来越多了君子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刚好是相反这个好像说你是从天堂来的你本来是纯阳之体你的来历非常好可是呢你迷失自己了我不要修啊天天都吃喝嫖赌啊所有的坏习惯啊贪嗔痴啊伴侣啊什么通通来了然后呢本来是纯阳之体的可是呢你的坏习惯剥掉一个阳的然后你又喝酒又剥掉两个阳的又抽烟又剥掉三个阳的又要玩女人四个阳的然后呢要好赌五个阳的糟糕了到最后呢虽然你的来历是很好从天堂来的可是没有修的话百岁之后你还是要下地狱去这个是世界上很公平的所以才有这样一句话什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这个是看你今生今世怎么做所以你看以前人不在讲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么福报这个想因为是你的祖先留下来的人嘛我们的子子孙孙呢他有办法像你这么幸福美满吗这个就要看你今生今日积的德你今生今世积了很多德保证你子子孙孙都非常的如意所以你看孔子的孙子你看七十几代的呢孔子2500年到现在就七十几代的孙子呢所以你看孔子而成我们都非常的尊敬现在还在所以你看看 一代圣人 的那个子子孙孙我们都会当他敬仰为什么因为他的祖先就是圣人对我们中国文化还是说世界上的人影响太大了所以才有一句话叫做那个天不生仲尼万古无长业就是天呢没有把孔子呢降生到人世间我们人世间就好像一个晚上一样通通没有月亮 没有太阳都非常的暗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在赞叹孔子的一个美丽再来你看各位姐姐所以我现在郭水才说不要论你的来历了论你现在的牺牲奉献多少才是真正的所以我们要为什么牺牲奉献为众生牺牲为众生奉献这个才是你真正人生的价值观在哪里所以人生的价值不是你很有钱很有地位很有权势很有
你的那个水里有多高都不是那个，跟那个都没关系。人生的真正的价值，就是你对这个社会、国家还有众生牺牲贡献多少，这个就是决定你的一个价值观的。好，再来跟各位分享最后的四个卦，就是中午卦、跟小勾卦、七夕卦跟未吉卦。好，所以各位学姐，你注意看，这个权相是不是离卦？这个权相是不是坎卦？看得出来哈、哦。你七夕卦是不是一个水一个火？哎，未吉卦也是一个火一个水。我们新那个先天那个什么啊、上经到最后两个卦是不是坎卦跟离卦？你有没有奥妙？这个就是一个十字卦，这个就这个诀窍中的诀窍，就是说上经也没有离开水跟火，下经也没有离开水跟火。为什么水跟火这么重要？各位浅浅，那是我们人生的必需品。你没有钱不要紧。你没有什么通通不要紧，没有住的，没有穿的都不要紧。可是你一天当中就是不能没有水跟火啊！你没有水可能就活不了了，几天之后可能就死掉了啊！所以中午卦是一个诚信的卦啊，所以各位浅浅，中午代表诚信，天人合一，成道成体之道，五十天命之道。什么叫五十天命之道？各位浅浅。巽卦是不是五？对不对？巽嘛，这里是五嘛，对卦是二嘛。难道你把它绕了一圈？乾离兑二离三震是巽，坎离艮离坤八。难道乾九对十？所以对卦就是十，了解吗？所以叫做五十之道，五十之道就是这样子来的。中午卦哈，它是在讲什么？各位浅浅，他说。因为节卦叫做节制，我们以前讲到六十卦，六十卦就是节卦嘛，所以它前面的那一卦就是节卦，就是有节制才能有诚信，所以代表一个国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佛堂也是有我们佛堂的礼仪跟礼，对吗？规矩，通通都是一样的，所以一个人要懂得自己的节制自己。你才表现出来了，才是一种诚信的表现。所以我们跟人家讲打交道也好，做生意也好，你看这个人的品性就知道，这个人能不能跟他谈生意，一看就知道了。因为他如果不懂得节制自己的人，这种人你最好跟他不用交往。什么叫做不能节制？比如说很喜欢喝酒的，起来你喝那笑啊，那种人你就不要跟他谈生意了，知道吗？因为不懂得节制嘛。还是说他抽烟了，不懂得节制。还是说他不好的习性，不懂得节制，这种人你就不要跟他讲生意，因为不懂得节制的人，他讲话都随便讲一讲而已。所以我们要知道，忠者诚也，福者信也，诚信之道。所以呢，各位浅浅，忠朴代表的诚信。所以呢，《中庸》这一本书就是中午卦的引申起义，所以《中庸》讲一句一个字而已，叫做“中”啦，中就是中午所一直演出来的，所以各位先生，我们有一个观念先有《易经》，再有《素书》，了解啊？因为《易经》是六千多人的东西了，那个孔子在诗，在西施嘛，定礼乐。然后呢，才留下了《素诗》就是《中庸》《答随》《孟子》《论语》所以孔子到现在才2500年呢，《易经》是6450年的呢所以你看，先有《易经》，才有《中庸》所以《中庸》就是中午卦的普通说本所以五十天命之道所以呢，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五十随而可以无大过也。所以各位浅浅，你如果没有研究易经的话，大部分的人都在解说这一句话是怎么解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五十岁随易经会有大过，是不是都这样解释？各位浅浅，你看你今年几岁了？佩晨，你30几岁而已嘛，你看30、40岁的人随易经就有大过吗？这样解释就很奇怪了嘞，对不对？所以这个五十绝对不是几岁的意思，这个五十就是中午的意思，
哎，中午就是诚心的意思的，就是你有诚心来随意接，不管你几岁，就无大过也。我、哦、这个解释是不是很漂亮？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为什么要来研究易经？因为你研究易经之后，不管你要投资还是做什么，还是当讲师，你的解析度就跟人家不一样了。好像这个五十啊，大部分都是解析五十岁嘛，不可能是五十岁嘛。好、哦、像以前的人，很多人都是从小都研究易经的啦，背诵易经啊，有的十岁都把易经通通背起来，很多啊。好、哦、啊，所以这里绝对不是用五十来做代表啊，五十岁来做代表，是以诚心来做代表啊，中午过的诚心啊。所以五十岁以前呢，以诚感人；五十岁以后要以德服人。哦，这个就是以岁数来讲的意思，就是我们五十岁以前呢，什么都不懂。哦，所以你的牺牲啊，你的奉献啊，你的了愿啊，就都是用一个成日来代表而已啊。哦，像以前或许哦，去那个社头跑了十几年的，或许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为什么那种力量去呢？现在如果叫或许这样跑，我真的很累了。好、哦，那时候第一个又很年轻嘛，第二个哦就是使命感嘛，哎，就是要开班啊，开班你就要把课程讲好啊。好、哦、啊，你不能喊累啊，啊一考就死了，哎，啊所以就是用诚心的去感动别人，哦，五十岁之前啊，五十岁之后呢，因为慢慢你已经累积有德性了，所以你就要用德性来服人，所以各位学姐，真正的领导者不是用你的权威在领导了，哎，也不是用你的权势在领导了，哎，也不是用你的哈、哦、哎各方面在领导，都不是的。真正的领导者都是要以德服人，用你的德性来感召天下，哎，人家、哦、才肯、哦、真正的跟随你、哦、啊，所以他是丁子卦，是懂道的人，所以非常的投机。各位前台还记得丁子卦吗？丁子卦就是这里是主嘛，这里是丁嘛，你看这里看下去也是对卦，这里看下去也是对卦，啊，对卦就是开口嘛，我也说啊，你也说啊，一句来一句去，哦，看得非常的投机，这个就是丁子卦。我看哈、哦，哎，所以中午卦为什么叫诚信？因为我对你有诚信，你也对我诚信。然后，哎，那个什么啊、哦，我们主题又讲得非常的投眼，又非常的投机，哦，所以中午卦，你看，哎，到这里你就知道，哦，这个卦很好，啊、哦，真的是很好啊、哦。好，小过卦就要小心了，啊、哦。所以他说稍微的过错就是小过，啊，各位前面还有一个什么过？大过，大过第几卦？好，二十八卦嘛，好，啊，小过嘞就是六十二嘛，好，所以你看，我们国中的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你犯错警告，再犯错小过一只，再犯过嘞，哎，三个小过就变成一个大过，哦，啊，三个大过嘞开始。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大小过、哦、所以小过呢，它虽然不是大过那么重、严重，可是呢，哦，积善积傻可成塔、哦、所以积小以高大，所以稍微过错了，所以它也像灰鸟、啊、它怎么跟灰鸟有关系呢？各位姐姐，你把这个卦倒过来、哦、这样看、啊、这里像灰鸟的肉体，对不对？这里像灰鸟的翅膀、欸、这个叫象也者象也，所以它叫灰鸟，一下不以上，所以你看、啊、一只小鸟是，哎，适合在下面飞，不能太飞得太高，所以叫一下不以上也，啊、哦，哎，啊，这个哈、哦，后水讲个故事给各位听，啊、哦，因为后水在社头那里哈、哦，然后呢有一个前线哈、哦，哦，他自己，他们都学会了自己会动过啊，可是就是不会动过啊。动卦跟断卦不一样，动卦就是算，等一下就跟大家讲了。可是动出来这一个卦好不好？不知道，那个叫断卦。好、啊、他也是一样，哎，啊，然后他跟他的老公关系搞得很不好，跟他的小孩关系也搞得很不好，哎，这样子吧，好，然后呢，他就动到了小过卦，哎，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小过卦，啊，就来问嘛。然后谁哈看到小过卦，或者问他说你问什么事情？他说跟家里人的关系都很不好，哎，啊就动到小过卦，啊怎么解？哎，或者就跟他讲了、啊、哈，说
你什么都很好，你是一个好太太、好妈妈，然后很尽职，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哎，小呱呱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哎，就是要牵引啊。好，小呱呱写出来就是说你什么都很好，就是一点点的小过，要这样嘛，这个叫小过。他说你要多讲一些呀、啊，让他高兴一下嘛，对不对？啊、哦，对不对？啊、哦，你会很能打，你很会料理，很会怎样？哎，好话都讲尽了，可是哦，重点来了，哎，就是太唠叨了。那、啊、你知道我知道唠叨，因为我知道你孩子特性嘛，就是喜欢喵喵喵喵喵，就这样子嘛。哎，然后他闭着，就是不讲话了。哎，啊，或者就说你不要唠叨，哎，好好做你的太太，哦，然后呢，先生的事情不要用管的，用关心的。管的跟关心的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哦，关心事是跟他哈、哦、商量啊，或者跟他啊、哦、讨论这样子啊。你管呢，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那样不行啊、哦，糟了就糟糕了。啊，他都是用管的，而且又很唠叨这样子的，所以他先生就不理他了，也不跟他聊天，也不跟他讲话了。哎，啊，我请教他一定要用关心的方法，哦啊，孩子也是一样。哎，他就这样一直管，一直管，一直管，管孩子管得很严，那孩子真的哈也受不了，也不要跟他讲话了，哎，就这样，哎，然后或者请他改变他这种，哎，我说你什么都很好，这一点小过改过来，保证你们全家很和乐，哎，啊，真的哦，他照后者的方法去做了，他真的可以跟他的先生哈、哦、还好好聊天的，他可以跟孩子哈。哦平起平坐的，我说你不要把妈妈哈当做妈妈那种一种权威，不要，你把她放下来，啊、哦，你孩子二十岁，你就把自己当做二十岁，跟他聊天，跟他当朋友，哎，哦啊，跟这个常常关心他，哦啊，不要指责他骂他，哦唠唠叨叨的这样子，孩子会受不了，哦、啊他真的照后学的话去做了，他真的把小波改过来了。改过来之后，他家里就非常的和乐了、哦啊。所以小过话的意思就是什么都很好，就一点点的这个小过而已，你只要把它改过就没事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哦、为什么我只要讲这个？就是你帮人家动到小过，你也可以这样讲啊，知道吗？哦、啊，所以他说等于在山上很响，啊、代表锋芒太弱了、哦，包括我们在做功德啦，还做善事啊，布施啊，财施、法施、无为施啊，这个都很好。可是各位先生，哎，你就要什么啊？哎，啊，就是不能锋芒太弱了，哦，不要说布施一点点钱，然后我在呱呱叫，哎，好像唯恐天下不知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要为善不欲人知，哎，哦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方法，哦啊，哎，小呱呱呢，也就是说他很会牺牲奉献，可是呢。也很会吹的，哦，这个意思呢，哦，比如说哇，这些火场都是我设的嘞，哎，啊，这里的人都是我度的嘞，哎，这些人都是我介绍来的嘞，哇，糟糕了，哎，你讲了哈、哦、就破功了，或者来讲简单一点，像我们财师来讲啊，啊、哦，比如说你布施一万块来讲，哎，功德无量，啊、哦，可是你把它讲出来嘞。哎，哇！我今天布施一万块，而且你的功德就那一万块，知道吗？如果你布施一万块，把它忘记了嘞，也不讲嘞，哎，各位先生，你的功德是无量，啊，怎么会无量呢？因为功德它是无形无相的嘛，啊，就好像你抓了一把沙子，这样一抓，你的功德就一把沙子而已嘛，你把这个沙子忘掉嘞。哎，整个虚空都是你的功德啊，了解吗？啊，所以我们为善要不欲人知，不要啊锋芒太弱。哎，下子上动，不合乎自然的。哦，各位先生，你看艮卦下子上面动，啊、哦，所以就好像说你想，哎，你想去哪里？可是我头脑在动而已啊，心动啊，可是脚不动啊，永远都不会去嘛。哎，下子上动啊，知道吗？所以人家才说你心动了要马上行动，不要心动了都不动。哎，就好像说啊，好，我要把《易经》读好，我要把六十卦背起来，好了。
可是呢，今天呢忙，明天呢后天呢忙，哎，一个月就过去了，两个月又过去了，哎，代表你心动心不动，哎，心动哎没有行动啊，对不对？永远达不到那种目标嘛，好，啊，再来前项是坎卦叫现险，才叫做小过。所以你看整个啊，那个全项就是坎卦嘛，坎卦就是有现险嘛，哦，所以他才会换小过的一个啊一个行为出来啊。所以他像一只飞鸟啊，要找到自善之地，所以离啊现险之地啊脱离了啊现险的。好，所以他化作一只小鸟了。刚刚说的，从这个角度看，他就好像一只飞鸟在飞。哎，啊，为什么要化作一只飞鸟？因为飞，哎，那个一只飞鸟哈，可以离开那个险境啊。啊，所以讲到这里啊，或者再讲一个故事。哎，因为或者讲课嘛，都是读读期待，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好，啊，这个故事蛮经典的哦。以前呢，就是有一只很漂亮的一个飞鸟。然后他就在森林里面住的，可是呢，有一天呢，森林呢突然间冒火了，哦，森林火灾，哎，这样子，然后烧得很猛，哦，啊，各位姐姐，所有动物都跑掉了嘛，不管什么动物一直跑嘛，哦，动物最怕火的啦，可是唯有这只鸟，哎，它要救火，它怎么救火？它就一直飞，自己飞哦，飞到河里栽下去。全身都沾满了水，然后他又飞回来，哦，然后用他的那个身上的水哈，哦，来一撒一撒撒，要把那个火扑掉，哦，然后又去了，又来了，又去了，又来了，各位前辈有没有办法扑？绝对没办法扑，哎，是不是看起来很笨？所以各位前辈，哦，哎，猛男不猛后啊，哎，干鬼干鬼啊，干在这鬼啊，好，哦，猛心猛心啦，啊，猛在这心啦，啊，知道吧？所以上天是要你的心，不是要你要你做大的多大的那个啊事情，哦，可是这一只飞鸟就感动了天地呢，然后感动天地，上天呢就派那个雷神来，雷神打雷下雨，就把那个啊，哦，那个火灾灭掉了。这有没有办法呢？有啊，就是被这只飞鸟哈，哦，感动的了，哦，啊，所以他也讲一句话。天哦，唔爱咱的银呐，唔爱咱的金嘛，只要咱一点心，我们上天是要我们这一颗至诚之心呐，啊，绝对不是哈，哦，你能力多强啊，哈，哦，啊，你读了多少书了，啊，这个都不是问题的，是你这颗心对上天的表白，哦，这是最重要的，啊，也代表很有能力的才华人，可是呢，哎，某方面有点不足，哦，这个就是这样，哎，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补我们的不足了哈。所以什么都好，只剩下一点点过失，哎，就好像说，哇，这个人是一个，哎，很富有的人，哎，啊，那个什么啊，啊，是一个大老板，可是呢，他的脾气很大，哎，啊，就他没有脾气，不是更好吗？哎，是不是？啊，啊，所以呢，就是代表了一点点的小过而已，哦，就好像说道中，哎，很多人很喜欢牺牲奉献，这个都很好啊，哎，啊，可是呢，哎。他有一些不好啊，不好的习性，不好的毛病，只要这些改掉就好了，就圆满了。为什么？因为小过改掉就积极就圆满的啦，啊。哎，好，所以兵子卦就是两人都不动。为什么？你看兵子卦，我不动，哦，我也不动，你不说我也不说，哇，你看看背道而驰，哦，所以为什么他不好就是这样子来的了哈，哦。好，积极卦就很好了哦，哦，你看公圆国满。相虚相成，荒猛相济，成圣成显。所以各位姐姐，如果你有什么朋友，还是亲戚，还是什么，哦，然后呢，他归空了，归空之后呢，你帮他占到的是七七卦。各位姐姐，风水跟你讲，你要恭喜他，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就圣道回去了，你不恭喜他吗？哎，所以我们修道研究易经就是要达到一个七七卦的圆满嘛。哎，就是这样子的，哦，而且你看看，很多亲戚朋友死掉了，我们可能都很伤心，哦，可是呢，如果这个人真正的有修道的话，像院长大人讲一句话，哦，哎，生事可喜啊，死事可贺啊，什么意思？来生一个人出生了，大家是不是都很高兴？有可喜可贺嘛？如果一个人真正还可以死掉的时候，
哎，还可以恭贺他，啊，不是哭哭啼啼的哦，不是很哀伤哦。为什么要恭贺他？因为他已经成佛回去，不是要恭贺他吗？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只要动帮人家动到啊，这个人死了，他动到七七卦，哎，你跟他说，他已经成就圣贤回去了，已经成佛回去了，要恭喜他，真的叫要恭喜他。啊，所以已经成圣成贤了，你看这么好。啊，为什么他会这么好？二全显，你看一三五阳基阳会得起正位，是不是？哦，或者以前不是讲过吗？只要第一爻、第三爻、第五爻都是阳爻，这个叫做阳基阳会得起正位，这个都是很好的爻。二四六，哎，阴基阴会得起正位，这个也是很好的爻，所以他刚好六爻都单位，所以你看看这么好。哎，我们看过就是这样看的哈。好，所以何谓正大？哎，代表了说这个人，哎，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成功。哎，在家里呢，也把家里处理的非常的圆满。哦，所以这个不简单了哈。包括在社会啊，在国家啊，在当中都非常哎出色，哎，都是一个佼佼的一个领导者。哎，这个就是什么正大，也代表了积极化的一个圆满。好，所以各位浅显，你看我们一生当中是不是都一直在找积极化的圆满而已？哎，真的就是这样的。好啊，可是各位浅显，你要找到积极化里面的圆满呢，你还里面有陷阱，你没有陷阱就没有光明。哎，所以就是你要千锤百炼呐。哦，从你小时候哦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岁到中年。啊，到壮人，到老人，你要经过无数次的一个历练，你真正才会达到这样一个圆满。啊，你没有历练，你没办法圆满的。哎，好啊，所以你经过越坎坎坷坷的很多历练之后，各位姐姐，你就很多故事可以跟人家讲的。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些历练，没有这个考验的话，你哪有故事跟人家讲？是不是？好，所以你看，我们随便讲一个文玩。哇，被游脸被纣王关在游里，他如果没有这一段，你看文王，哎，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哎，好、哦、啊，所以你看，很多人说我们要感激害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嘛。哦，所以你看是不是要感谢纣王？哦，对吧？文王关起来，啊，不然今天的文王，哦，可能就是故事就要重写的啊、哦。好，所以内圣外望都圆满的哦，各位先生，你看内圣离卦、哦、外变坎卦，内圣外望代表他所有一切都非常圆满的，也代表这个人已经修到三千功八百功，非常圆满。哎，好啊，以家庭来讲呢，下面是火，上面是水。好、哦，各位姐姐，你看上面是水，你只要把它隔一个东西隔起来，哦，用一个什么东西把它隔起来，装水下去煮。哎，所以我们都每天都在积极过，我们不懂而已啦。你在炒菜也是，炒菜也是积极卦，啊，啊煮汤也是积极卦，因为下面是火嘛，下面是水嘛，啊，那个都是积极卦的一个引申起义，啊，所以人呢，一种是那白羊死的，所以，哎，价值观不一样，真的，我们都是这样，哇，一生出来了，然后呢，各位姐姐，我们人小时候出生的时候，身体是不是软绵绵的，对不对？记得百岁之后，你也要身体软绵绵的，了解吗？一定要软绵绵的，不软绵绵的不可以。啊、哦，这个叫自然啊。可是我们现在人百岁之后都是硬邦邦的啦。哎，好、啊，你说要如何来软绵绵？很简单，只要你来求道，然后呢，哎，好好修行，哦，最好的话可以来清火如素的话，好、哦，哎，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保证哦，你百岁之后你身软如棉啦，真的是这样，哦哦、啊所以呢，以前呢、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哦，那个高雄哦，有一个护前人呐、啊，哦，叫王护前人，啊、哦，现在应该是王前人的，李玉柱啊，哦、李玉柱前人呐、啊，他那个德行哦，非常的高超。啊、有一次就是电视台、哦、请我们道中、哦、推拜一个人、啊、他就被断气了，李玉柱了、啊、然后佛教也推拜一个，基督教也推拜一个，这样子、哦啊、然后主持人就开始问了、
哦，像你们各宗教都是哦代表了一种的善跟美啊，这个都很好。可是你们各宗教有没有比较特殊一点的？啊，佛教就先说了，哎，他说哦，以我们佛教来讲哦，修行到最高境界的，哎，就是他死掉的时候身暖如美，这样子的。哦，是这样的，就修行就看他死掉的时候身体有没有暖的，哎。然后那个只是就问他，啊，以佛教来讲哦，哎，你们的比例大不大，高不高了？哎，他说哈，大概一万个哈，啊，可以找出一个人是这样子的，啊，大部分都是身体硬邦邦的死掉的时候，好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高僧，他死掉整个身体是软绵绵的，哦哦，然后他讲完了，超哎那个主持人又问那个基督教，啊，基督教说对，这种修持法是。哦，最高的修持法，啊，我们也是一样，哎，大概一万个可以找到一个，哎，哦，那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哦，没有到达那种的境界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哦，啊，他也讲完了，就问那个李义柱前的，哎，李义柱就说，哎，以我们道宗来讲，哈，是98%以上，百岁之后通通会升暖如美，他们吓死的，不会吧？讲得太夸张了吧？哎，他说真的是这样，哦，这就是天道的尊贵，哦，只要你说明是一支点哦，哦，可以的话来听我如数那更好，哦，啊，然后呢，在家里孝顺父母亲，把家里顾好，哎，啊，好好的，哎，好好的一个修持，哦，然后呢，心里不要任何的破爱，百岁之后真的98%通通可以生暖如棉。哦，不要说什么人，像霍水的奶奶活到99岁，哎，那百岁之后真的身体是短的呢，断气好几个小时，霍水把他手拿起来，他还会这样子，真的就像这样子，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哎，霍水的奶奶活到99岁，哎，啊，所以你看看，啊，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是在这里而已，啊，好，所以我们随时什么观世音菩萨乘愿再来，啊，要真正的有作为。有德性，所以各位先生在座的，哎，你今天会来读一经，各位先生，你知道你的来历了吗？你一定跟以前的易经的圣人有关系啊，不然的话，你今天不会来坐在这里啊。哦，你看刚开始我们不是哇挤到外面去了吗？有没有挺到很多人？那现在剩下大概20位而已啊。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这个就叫做正常。如果易经越读越多人嘛，那个就不正常了啦。霍水的那个经验哦，像去社长那边，哦，去歪嘴那边跟他们讲哈，他们刚开始也是110多个哦，那个他们那边很耗水哦，那个点团师大概有8位哦，都是现场坐着呢，100多个，还有点团师通通都在那边呢，这一直上到最后剩下大概50个而已，啊，这就正常嘛，对不对？啊，他说可以留下来了，霍水跟你讲。你的根基就跟以前的圣哎易经圣人的哎一定有关系的，好，哦，啊，前世因缘你一定有读过了，有研究过了，今世你在读的时候哎很熟悉，别人听不懂你听得懂，哎，别人不喜欢你喜欢，就这样，哦，啊，所以呢恭喜大家了，哦，所以我们虽然不是像观世菩萨乘愿而来，可是也是有相当的来历的，哦，好，未记卦。圣人在安排这个卦，你会觉得很奥妙，不是记记卦圆满就好了吗？不是成佛就好了吗？对，可是圣人到哎，这个是63卦、64卦，还有一个卦未济，哎，未济或者是未穷也，保持生机，成终成始，厌未了，哎，所以你看已经成佛了，够浅显。如果你成佛回去了，你会怎么样？就在天堂享受了，对不对？应该不是这样子哦。看你临终是很苦，好，我再来吧。哎，活水未济就再来了。哎，所以未济卦就是这样子来。好，所以你看什么叫生机？会浅浅蛋哈，哦，我们剥过蛋嘛？蛋上面不是有一个吹口吗？那个蛋，哎，怎么画？哦，类似这样。好，它一定有一个吹口，这个吹口就是生机。蛋没有吹口的话就是坏蛋。哎。好，哦，米也是一样哦，米也是，它有一个缺口，哦，那个米啊，它是切这样子，哎，它缺口，这个就是培养，那个就是生机，好，哦，
所以什么东西啊，你慢慢去发解，通通都有个生机，很奥妙的，啊。所以呢，第二个就是他再要再来人世间度人，哦，就你已经存活回去了，要立八业又来人世间，啊，所以以前我们在研究那个淫秽应试啊，好，然后说啊，白羊起哦，还很久呢，当然白羊起还很久啊，哎，啊，所以你看我们今生今世，哎，可能回去了，然后还会历练再来。哎，然后历练再来，又回去了，哎，还会历练再来，都是这样子的，又回去又来，回去又来，回去又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哎，好、哦，好、啊，所以六爻啊、哦，它为什么不好？六爻不正位，各位浅浅，它既计划一三五爻阳气阳位，二四六爻阴气阴位，贵计划刚好通通相反。一三五爻啊，本来是阳气阳位，可是呢，它是阴气阳位不正。一二四六本来是阴鸡阳爻，可是它阳鸡哎阳鸡阴爻又不对，哎，所以它六爻都不当位，所以哦这种呢这种卦，哎哎就是什么呀未鸡卦，哎为什么不好？鸡鸡卦为什么不好？就是这样看，以一个人来讲呢，就是说像这种人哦，到处都不受欢迎的，哎，反正他就喜欢跟人家唱反调。哎，什么事情都反对了，类似这样子的哈、哦。好，所以呢，未计卦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各位先生我们以前看过布袋戏嘛，对不对？哎，王俊雄在演布袋戏最厉害的，他会把最精彩的留到最后面，然后呢，他会讲一句话，我们要知道剧情的话，明天空中再会吧，哦，是不是？还是说，哎，明天继续，哈、哦，假发探高站，哦，完了呀。哦，类似都是这样子的，他一定都是演到最精彩的浅浅的，哎，然后明天继续。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你才天天一直会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连续剧都是这样子的。啊、哦，他把剧情都连好了，哎，然后哎，你时间到，你自然的就来了。啊、哦，像现在比较没有了，以前我们小时候有在有五郎的北有歌的啦，啊、哦。哈哈哎，他们也是都这样。哎，有一次我就记得啊，那个八杠啊，确实啊，啊，他们也什么，你知道吗？用一辆大卡车哦，叫所有人都上去坐，然后下面那个轮子哈、哦，是碾过那个老板哦，有没有厉害？啊，那个下面是用那个玻璃哦，破玻璃哦，然后呢，第一天哇，准备要表演了，嗯，他觉得赚不够，哎，明天呢、啊，明天再表演哦，这样子的。然后明天卖药卖，准备要表演的哦，哎，他可能还不够，哎哎，后天哎就是继续明天，哦、啊第三天他真的才表演，哎啊真的大概有三十个人上，就是到那个货车哈、哦、上面去坐，哦、啊那个八杠啊就是那个啊、哦、他有练过哈、哦，然后就真的停哎那个躺在那个玻璃的上面，然后大卡车碾过来没事嘞，哦太厉害了。哎，啊，所以你看看，啊，所以为了要看他那个表演啊，后水那时候啊，就跑得很勤啊，今天、明天、后天就等，一直等啊。哎，易经来讲呢，就是事不尽也，言不尽意。哎，意思说易经这个、啊、这个哲理也是讲不透的，讲不尽的，永永远远的，哎，没完没了的，一直讲一直去的。哎，啊，所以这个都是未计划的一个引申，所以明天也不会到。明天永远不会到，过千年是不是这样子？以前、啊、就是有一个大卡车的司机、啊、然后呢，他停下来、啊准备要去吃饭了、啊。他看到一个那个招牌、啊、说明天用饭不用钱，明天来吃饭不用钱嘛、啊。哇，他就很高兴哎、欸，哇，明天又来了，哎，然后吃饱饭就要走了，哎，老板说，啊，你怎么没算账啊？啊，你不是那个招牌写说明天吃饭不用钱吗？我昨天来了。哎，啊，我今天就是明天啊！老板说不是哦，明天吃饭不用钱，今天是今天。我说明天吃饭不用钱，被骗的啊！好，所以明天永远不会到的。好啊，所以你看，天有无限的未来，地呢有无限的宽广，人也有无限的希望，易经有无限的妙理。哎，啊，所以各位前辈，你知道六十四卦一直演变出来，哎，所以这么多的一个好道理，这么多的一个妙理。所以各位前辈，你只要懂易经，你的道理一辈子讲不完，我不骗你，而且可以千变万化，
你要讲天文就讲天文，讲地理就讲地理，讲医水就讲医水，讲养生就讲养生，反正你什么都可以讲的，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易经的魅力哈、哦。好，我们来做一个六十四卦的结论，啊、哦，所以上经由乾卦到坎卦，就是由天道讲到人道；下经呢是由乾卦讲到，下经是由乾卦的四象为坎，就是中古小过机器未济，啊、哦，所以你看。他们里面通通有水跟火，哦、所以我们点穿，点到此里面就有一句话：真水真火与俱全，都是在讲这个东西的啊、哦。好，所以呢，有信心呢才会有感悟，哦、包括钱财啊、名利啊、有形有相的，都不是永久的。所以我们要变地，由人道呢返回天道，所以呢，才最后就是未济卦了。哦、所以呢，以后天八卦讲呢，是天地定位。哦、所以各位姐姐，我们以前不是讲那个后天八卦吗？哦、后天八卦这里就是离卦嘛，哦、啊，下面就是坎卦嘛，所以真水真火与俱全嘛。然后你把它，什么搓坎田里之后，就变成了，这里就是乾卦了，这里就是坤卦了，这个叫天地定位。天地定位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天地定位就是代表你真成圣成全回去了，这个就是天地定位了。好，好，我们六十四卦就到这里了哈。再来就要跟各位分享，梅花心力这一套叫做梅花心力。什么叫梅花心力？它又分两种，这两种呢，通通可以用。可是或者要跟各位讲，你要惯用。就是你习惯用哪一个，就一个就好，你不要用两个。好，像墨水就惯用文王犀利。好，这套梅花犀利是谁发明的？就是邵康节先生，就是这个先生啊。那个邵康节犀利，邵康节犀利跟那个文王犀利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他先动的话，比如说我今天是动到一个，这个是三嘛，这个是六嘛，各位你知道吗？坎卦为六，离卦为三，所以这里很重要。乾一对二离三，真是去如坎又更进坤八，这个一定要记得很清楚。所以墨水特别又把它画出来了。所以你今天都，就是两个数目出来之后，第一个数目是三，第二个数目是六，三是不是离坎卦？不是，三都是离卦，又是坎卦，这样把它组合起来的未济卦。这个叫做少康节心意，知道吗？如果你今天是动到三六这个，然后三把它放下来，六把它放上去，就有交叉，这个叫做文王心意，了解了吗？文王心意跟少康节心意就是有一个有交叉，有一个没交叉，这样子而已啦。所以祸水的习惯都是用文王心意，就是第一个放在下面，第二个放在上面，就是这样。或水其实大家都是用文王心就好了，你不要说我要问什么问题，可能不好的话我把它，本来是文王心力，你又把它变成少康节心力了，这样不行的，反正你惯性一个就好了，因为这个要跟各位交代清楚，因为很多人问过水说，我在网络看啊，他也没有交换，你怎么交换的？或水就跟他讲，那就叫做少康节心力，有交换就是文王心力。或者跟他讲，通通可以的。你惯用少康节，你就用少康节的；你惯用文王的，你就用文王的。通通可以的哈，他没有一对的。好，你在占卜的时候各位姐要注意，不管你是帮人家占卜还是为自己占卜都可以，问什么事情通通可以问。可是，各位姐国家大事最好不要随便乱动。比如说疫情什么时候可以有解决？这个你要动这个干嘛？对不对？还是说总统谁会中啊？不用动那个了，好不好？我们动一些我们个人的生死大事啦，像什么亲戚啊什么样的，对不对？让他有一个准备了，还是天道大事，还是义理大事，还是天下众生大事，就是说你学会这一套，不要随便乱动。还是说什么人需要帮忙的话，你可以帮他动卦解决，这个都很好的。像墨水去正宗然后他也不懂得这个，然后他觉得哇，这个动卦太厉害了，非常的准确，
然后呢，哎，很喜欢问，像有一个问到哦，交个男朋友，哎，就哎，伟宏大哥啊，哎，我跟谁的男朋友有没有缘分啊？会不会结婚啊？会不会天长地久啊？哦，祸水好子，然后问题是祸水是帮他算的，然后第二次交到第二个朋友了，第三个朋友，反正每交一个朋友就来问家人嘛，祸水就跟他讲，易经不是这样子的。你不要糟蹋圣人的这种美意了，易经是真的要帮你解决问题，而不是帮你在找男朋友的。哎，他说从此之后他就不敢再问，啊，所以各位姐姐，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就不要问，啊，比如说你要找工作什么那个都 OK 的，啊，哎，啊不要，哎，很多人问后水说，哎，我跟这个人同居已经一年了，哦，啊会不会结婚？哎，他、啊、会不会有意爱的？哦，来多些呢、啊？我说你跟他多投机一点了，你还问干嘛呢？哦，对不对？哦，是不是？啊，投机一点问，你问这没意思的嘛，对不对？你还得跟他投机来问呢、啊。哦，啊、还有一种哦，你要投资以前就问，你不要我已经投资了，你再问你就晚了，你知道吗？哦，以前祸水讲过嘛，不是有一个问祸水？他说：“我要投资什么好不好？70万嘛，投资70万，祸水帮他动到扣挂，祸水说不能投资，一毛钱都不要拿出去。他说已经签了，钱已经付了，糟糕了，那怎么办？你要事情还没有做你就问啊，你不要做了再问就没意思了。”啊，我就说好，不要紧，签了付的不要紧，可以领多少通通领回来，你50万也好，20万也好，反正可以领多少都领回来。他的公司说风都零，你看一毛钱都没，到现在70万都亏掉了，哎，就这样子呢，你看看，哦，所以你看问的人也是很关键哦，你事情还没发生你就问，你不要问，哎，已经发生了你再问都为时晚了，好，好啊，所以不要随便动，好啊，也不要不动啊，是你是在帮人家解决问题的，通通可以的哈，啊，然后是最好是有一个占卜的房间，清净的房间。啊，比如说你的我们易经书本，各位姐姐不要乱放呢，你不要放在你那个啊那个户哎你的不那个什么啊房间里面啊，啊夫妻的房间里面那个不能放的，你要放在那个书房，啊还是客厅还是清净的房间，啊各位姐姐你知道我们这本书有磁场的，你知道吗？你没有看过那个书本的皮是用紫色的。紫色的颜色是非常有磁场的，有磁场啊，哦，九紫嘛，那个最好的颜色，所以祸水特别设计的。所以你把那一套书放在你的书房的客厅啊，你的客厅整个磁场就很好，好、哦、啊，所以也是一样啊，我们占卜的东西也都放在那个客厅里哈、哦。而且你要帮人家那个占卜的时候要放眼放下，你不能有自己的看法跟想法，知道吧？你要看这个卦去解释这个事情，好、啊，你不能啊，人家跟你啊，我要找工作，这个工作不知道好不好，你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哎，你要看这个卦好不好，然后才跟人家就讲说好还是不好这样子啊，就是，而且要立意对孔子的表白啊，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套是孔子以前圣人发明出来的，然后呢，你学会了哦、啊，这套真的很简单，我讲不用5分钟你们就会了。可是要对孔子表达什么？就是我是纯粹帮助别人的，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好、哦，你不要说学会这一套，然后来，用这个低压刀哈，铁果直断，丢零枪不下，挂枪断，挂枪不挂枪生命。老人来帮我，那吃饱的囡仔来帮，喝油气啊，糟糕了。那这个我后水会变我们。对我们老师打屁股的不行的，因为我们老师也是这样教我们，不能跟人家收贿，然后这样子的哈、哦，如果人家包红包给你、哦、把钱拿出来，红包收起来，哦，可以。像后水去香港、哦、有一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问题来，然后就包500块，他没办法给500块，就2000块的台币了，能够想象，啊、哦，然后后水不收，哦，他很生气呢，哦，你看不起我吗？为什么不收？没办法，我真的就把它收了，收了我后水就把它放在佛塔上，我也不敢私底下拿回来啊，这个也可以，反正就帮他做布施嘛，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自己不能把这些钱拿起来就对了哈，好、啊，所以包括了哈、啊、兼那个什么
奸佞的啊，强盗啊，不忠不孝的人啊，还是说不正当的事情勾结，你千万不要帮他沾。就是这个人很正当啊，很君子啊，做人还不错的，你才帮他弄好啊，勾结点。我们要帮人家占卜，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哈。好，再来呢，这个人呢就是邵方俭先生，跟各位介绍一下，因为今天就是要讲他的梅花心意。好，他是在那个西元1040年代，邵方俭先生呢受到仁宗皇帝呢召唤，所以呢请他来当大官，可是他不要当官，他很喜欢研究易经。所以他挖一个洞，勾选选，你看研究易经的人就是这样发疯的，都是皮笑的。他研究易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家里不要住，他去挖个山洞，把那个名字叫读书洞，读书洞啊，就是一直躲在里面，一直读书，一直读易经，所以这个是读书洞。这个人很厉害，他就不要当大官，他也不要去上班，也不要赚钱。哎呦，糟糕了，家里怎么办？他很厉害，他只要出去的话，很多人都喜欢钱给他就对了，因为他很会帮助很多人，所以他帮助很多人，很多人也会帮助他的家里，所以他从来不穷过，所以他是乐天知命的人，所以在当初呢，邵方俭非常有名气，包括目前邵方俭在易经界里面是佼佼者。以后会讲一堂课叫言会运势，就是他算出来的。自古以来就这个人算出来，其他人都没有人办法算出来，就是他算出来的。所以或者说今年走到69036年，就是这个人算出来的，有没有厉害？太厉害了哈！所以他研究这一套叫做梅花心意。我知道一下。好，梅花心意，什么叫梅花心意？好，开始讲了。这个要把它擦掉，或者今天讲两种就好了，算我都是一样。一种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用实验的好了，有没有人要问是什么事情呢？或者表演给你看，就是你要问什么事情都可以，然后呢，那个用书本，只要有书本都可以哈，把它双手合掌，你先祷告一下。像我们佛讲叫老母慈悲，男生就是弟子嘛，女孩子就是姓氏，还没结婚就姓名嘛，就弟子的某某某自己的名字。我今天呢想要问说，比如说我们这里的大物未来展望是怎么样，类似这样子的哈，请老母慈悲是竖挂，你就开始无心无我的打开那个书本。它有左边的号码跟右边的号码哟，书本上不是有页码啦，你要看一边就好，不要看两边，就一边就好。然后你把那个号码给后水，然后合起来又打开，合起来又打开，三次的号码给后水，后水就可以帮你算出来了。算完真的很简单，五分钟就学会了。有没有人要试试看？中间的话，一点单，那不一定。后水跟各位讲，就是。你当下的心最重要，我看左边就看左边，我想要看右边就不一定三次都一样，不一定哦，反正你可以看这个，也可以看这个，也可以看这个，也可以看这个，随便你的，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当下那个心呐，这是最重要的。这样你会不会用？你先讲一下，说你要大概要问什么？想问工作。找工作。是不是合换工作？你现在有工作，想要换工作？你会不会练？你跟我练哈。老母慈悲。老母慈悲。婿女，你叫什么名字？那个目前我的工作，想要换一个看看适不适合请老母试卦。现在我工作就想要换工作。你把书本合起来，你的那书本，对，我记得翻书本是无心无我的，就是你不要客气，我要翻哪页，不要，就是无心无我打开，你打开，第几页？第
一百八。好，再来，再来，而且大家再打开。216。181。好，郭先生，先求三个码，我就求三个码。上面这两个码就是除以八，下面两这个码就除以六。为什么要除以八？因为你要求八卦的一个卦嘛，知道吗？好、哦，所以八二十六嘛，这个余事或者习惯就把它画起来了。整式不要看，看余数就好的，知道吗？好、哦，啊，这里第二个也是除以八，啊、哦，3 8 20 8 26。15 7 8 56 56。不是，是不是零？零就是八哈、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没有零过啊，哦，或者把它解简单，你就用六。很多人都这里搞不懂啊，哎，八五四，八四，哎，八六四十八，啊，这里是一八，哎，就是一八，就这个八，知道吗？啊。然后这里就要除以六了，为什么？它要求爻，不是有六爻而已吗？嗯。好的，它要求爻，哎，3 6 8余一嘛，哈、哦。对。啊、哦，所以是第一爻，是什么？各位先生，前一对要离三，这就是巽，反正这就坤八，坤八就是坤嘛，是什么？所以坤你就把它画在上面。哦，四就是正卦嘛，有没有？这个是正嘛，正卦就把它画在下面，这个叫文王七地爻啊，因为它是有交换的哦，地雷户，所以或者说那个要眼熟就是这样子的，你动出来你就马上就知道什么卦了，啊、哦，然后地雷户动到第一步啊，你看为什么？这里是这个。第一出动出来的就是下卦，第二个动出来就是上卦，第三个动出来就是求爻，这样知道吧？啊、哦，哎，所以下卦放这里，上卦放上面，然后求爻，余一就是第一爻，啊，然后第一爻你就把它画起来，叫做动爻，哎，这个就是这个动叫做动爻了哈，啊、哦，那这动爻之后顺便把它画下来。哎，就是坤卦。好，你求的卦就是这个。哎，各位先生，这样有没有简单？很简单，那、啊、可是你怎么解？因为他是问说要不要换工作嘛。好、哦，啊、哦，这个呢，互卦哈、哦，互卦第一爻的意思就是不言互无其悔，你就是要这么熟哦。你懂得上面管，马上出来，你这个卦你要知道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走了不久，然后你又赶快回来。哦、啊，这个卦依你来讲是什么？你想要换工作，他说你再换工作不久你又回来了，知道吗？他叫不会断人，叫做断卦嘛，断卦就是这样子啦。所以风水跟你讲说380是这样，通常不会背起来就是这样，你没有背起来，你没办法帮人家解卦的，真的。好、哦，不然你查查看那个高级班那个这个卦，这个爻就是不言无其悔，而且你动下去空卦，空卦这一爻是什么？哎，哎，那个什么，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就是你双肩冰至，啊，这一爻叫做你双肩冰，意思说你在这个公司已经待了很久了，好啊，可能老板什么对你都不好，还是怎么样，好啊，你想要离开怎样？可能你有什么事情还是怎样，好，还是说有什么委屈？哦，啊，他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哎，哦，人，什么人哦，都会犯过错了，所以我们得过且过了，哦，显现你的包容心啊，包容他，啊、哦，因为真的现在工作不好找，哦、啊，他这个话就是显现说，你想出去可以，可是你不久又要回来了，可能老板会挽留你啊，怎样啊？因为你是好人才，哎，老板也舍不得你走。哎，他说后水是建议你还是不要找了。
而且呢，这个就是动画了，你是帮人家动画的，那就帮他解决他的问题。有没有时间性？有，哎，问到重点了，对，哎，这个有时间性哈、哦，或者顺便跟各位讲哈、哦，有时啦哈、哦，有日啦、啊、月啦、啊、年啦、啊，啊，这个、哦、注意听哦，一爻的代表两个时辰，啊、哦。子丑寅卯申巳午未申酉戌亥，知道吗？哦，是这样算哈、哦。然后日的话，一爻五天，五天呐、啊，哦，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刚好一个卦，刚好是六对三十天，啊、哦。以月来讲，一爻两个月，啊、哦，二四六八十十二，刚好一年。哦，易经很厉害啦、啊，反正它就是怎么算都有道理。以年来讲，一爻就是一年，啊，哎，好、哦、啊，所以因为他是问这个问题，所以就跟时间比较没问题。哦，很多人问过，所以说啊，他鹰眼什么时候成熟？啊，这样子，那就要看什么时间了，你就要用时间来断。哦，啊，你不可能说用比如说你动个一爻两个时辰。黑桃科里面来记啦，鹰眼什么时候成熟的？用时间不可能嘛，用字也不可能嘛，对不对？用月有可能，还是年有可能？就是你要靠自己的判断力去判断啦，对吧？哎，啊，如果他掉东西哦，你就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找得到？哎，可以用时跟字来断，就是他时间性就比较短。哎，啊，那个都是要靠个人的一个经验的。哦、啊，所以后世刚刚讲说，最好不要乱动，哦，动惯了，哦，可是你在练习的时候可以常常动，不是我想练习嘛，哦，问个这个，问个那个，问个那个都可以的，哦，因为你没有练习你就不会啦，啊，是可以练习的，哦，啊，练习当中啊，就是真的有人找你来帮忙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帮他啊、哦、解决问题的，哎，啊，所以各位学姐，这个动作是不是很简单？这个就是。翻书本的动的卦，所以只要有笔啊、有纸啊、有书本，什么书本都可以，不一定这本易经嘛，知道吗？只要有页码的书本，通通可以。啊，各位先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的动卦跟我们以前说掐指一算的是一样的道理的，你知道吗？好、哦，比如说四八一，好、哦，四六乾离兑二离三震巽嘛，震卦在这里啊，你八卦下面嘛，啊八卦的，好、哦。前一个以上这次去我看到这些坤八、哦、所以八在上面、啊哦、都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像这个是不要用瞎子一算太多了，你算到180勾钱你慢慢算吧用尺的不一样吧，对不对啊？用尺的是找到仪式就这么找到它的答案了、哦、所以或者习惯就仪式就帮忙圈起来就好了啊。动到第几啊就换一个圈，哎，啊，因为你是动到第一爻、阳爻，阳爻动下去就是变成阴爻了，就是，所以各位先生再交代一下哈、哦，这个动下马上动下去，这个就是现在的卦，你现在就是这个卦，未来就是这个卦，好、哦，不一样哦，所以有现在跟未来，所以讲那么多的独立诀窍，或者一直强调说动爻用的最多就是这样子来的，因为它一定有动爻，啊、哦，这是一种啊，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吧，啊、哦。你就配合这个前面第二你再正式去读还能跟你捆绑就是这样动而已。啊啊，还有一种哦，就是你手上没有书本没有什么通通没有哦、啊、这个就是要功力的哦。像以前不是讲一个说有个朋友邀我要投资嘛、啊、投资50万嘛。啊他在讲话或者为什么可以动卦，也不能说啊对不起你不要讲我来动卦，不能啊你不能讲啊，对不对？哎，啊、那怎么办？哎，或者就随便弄，看弄，看弄呗。好，你可以看到他家里的摆设，然后我们不是有一些字画啊什么的，只要有字的，像这个字的，你随便看三个字，啊，看三个字就开始算笔画，啊，也是一样，先看，先上面的笔画多少画放下画，下面笔画放上画，最后是动两个下画，哎。这个就是没有书本、没有笔、没有纸，通通没有的时候，用你的精进、用心来动这个卦，叫做心意。哎，要不要试试看？来，谁要再问试？
哎，今天问事都不用钱了，今天还我哈。他可能给你有什么多时间了，可能再移过来两位可以了哈。或者是要表演各位看的哈，好，健康哈，好，好，你就是你自己长。清净的净，没有，你要讲三个字啊。哦，哦，要找三个字哈。对，清净的净，万缘的缘。啊。中下的中。中下的中，这个中啊。啊，万缘的缘啊，缘分的缘啊。对。我用嘴叫嘴机耶，好了。好，各位净几画开始算。十六。十六。十六。啊，缘呢？十五，好，哎，问题又来了哦，郭浅浅，是不是会有一些一的纷争？可是你要问动的人，以他为主。他说十五就十五，就不用争了。问这么多人，哎，十六、十七哦，听不完了，你就以他为主了哈。因为我们在算日化哈，很像那个草木板有的算，像这个有的算三卦，有的算六卦都有啊。好啊，不要紧了，反正他说几卦就是几卦了哈。啊，中等中几号？八号。八号，好，好，你自己算算看。哎，各位姐姐算算看，也是一样，除以八，除以八，除以六，看几号？是不是这样子？三。啊，什么卦？可能就是把身体自己的身体先调回来了。
以获学的角度哈，也可以吃一些健康食品，把身体调回来。哎，或许发现你严重贫血，哎，女孩子如果贫血的话哈，第一个会不育，第二个睡觉品质不好，哎，然后身体会越来越虚，哎啊，所以女孩子如果缺血的话哈，的血便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呢，那个会很烦躁，哎，做判困，哎，啊，所以你其实哈，啊，那个缺血哈。跳回哈，它有几种缺血，就是一种是缺铁性，这个铁。所以或者建议你哈，你去找医生抽血验验看，看你血红素到底剩下来多少。而且去年量就是九吧。九，我们正常人是12到16，哎，所以九已经缺的很多了。缺。哎，可是你又缺的不多，所以。放纵他不用紧，知道吗？你今天如果剩下四的话，我跟你讲，你会吓死的。你是晕倒，休克就马上死掉了。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剩下四，抽血之后啊，那医生不能放他回来了，然后你赶快，哎，急诊，啊，看起来就好好了，没怎么样啊。然后不行，不能回去。他说为什么？只要你一休克就死掉了，再怎样救不回来了，所以。赶快那个什么，就去那个急诊室输，马上输血哦，而且连续输了好像，一个礼拜输了六袋血，然后才把它慢慢一直提升。所以你现在是九，所以最麻烦的，也不是差很多，也不是也又不足，啊，所以你就这样，反正可以过就过，反正就过就过，这个不行的。哎，所以或许建议你啊，你去。先去验血的，血红素到底多少？确定之后，看怎么把它补回来。你现在酒的话，还可以吃那个 B12、B 群，好、哦，还是铁剂，通通可以把它补回来。我吃 B 群哦，我会说早上吃也是。真的了？啊 B12 嘞？我没有单纯吃过 B12。你可以吃吃看，还是你不是？或者意思说，你先找到你是缺什么？是铁剂的话，你就吃铁剂就好。啊，如果是 B12 的话，你就直接吃 B12 就好，知道吗？因为你为什么会吃那个睡不着，你知道吗？虚不受补。我们人太虚了，不受补，就是你吃补的话，你受不了了。叫虚不受补，这个是中医的专有名词，知道吗？哎，所以我想建议你，第一个先抽血看你的血红素多少，然后缺什么要搞清楚。哦，不然你缺铁吃 B12 怎么吃都没有用啊！哦，啊，如果缺铁，你那个医生会开那个铁剂给你吃，那个是食品的那个可以吃，啊，所以一定要赶快把它补回来，啊，补回来你的身体哈，阴的就会变成阳的，就会越来越好的，啊，就是说你现在懵懵懂懂啊，不懂的，哎，所以你要找到你的缺血、身体不好的状况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就可以了，啊。哎，然后心情放松，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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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住他，哎，不要想太多啊。其实那个可以调的，后水我后水的太太帮人家很多人调了，哎，不孕都调到会生孩子了，你知道吗？真的呢，哎，好啊，所以哈、哦，要真的要把身体要调回来，哎啊，因为你用棍啊，各位姐姐啊，这样会不会解了？啊、所以你读易经，你就会懂了很多，你懂了很多，你才会帮人家解。哎，啊，你就会给他一条明确的路，啊，然后他就自己会去做。啊，如果他再不做了，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公文已经告诉他了。哎，啊，所以后水讲了很多，不是这个卦里面的东西，是不是？哎，啊，因为你要有那种，比如说他讲到那个医学，你要有医学的常识。哎，像有很多人那个得癌症的问后水。然后动下去也是很糟糕的卦，然后后水就跟他讲一套癌症的方法，啊，后水顺便跟各位讲，如果你碰到癌症患者，啊，问卦了，他也知道真的很严重的，已经末期的，啊，后水都第一个会鼓励他，第一个增强免疫力，哦，而且如果增强免疫力，运动，哎。也或者上网看一个故事啊，真实的故事，说这个人他活着哦，这个人是得到大肠癌，
然后呢，他是剩下六个月，医生办到说你六个月差不多了，哦，然后他发现说他走路的时候就是拖鞋哈，就赤脚走路了，他觉得很舒服，哦，他自己发现的啦，啊，然后他感觉好，走路就拖鞋，对，就赤脚啊，然后刚开始走半点钟他受不了了，啊，那结果他的意求生意很强啊，啊，结果他就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哦，从半点钟到一点钟，到一点半，到两点，哇，越来越久，越来越久，过前点。为什么呢？越走越久，因为它的免疫力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人的肉体里面的细胞有好的细胞，有坏的细胞。哦，我们不要讲那个专有名词的啊，什么血小板啊什么，我们不要讲那个。有好的细胞，不好的细胞，不好的细胞就是癌细胞嘛，好的细胞就是你的免疫力嘛，对不对？哦，啊，你今天会验出你那个什么有癌症的，哦，不管是第几期，就是你不好的细胞已经战胜你的好的细胞了，哎，所以你只要把你免疫力加强，就是我把你的免疫力好的细胞又多出来了，然后呢，不好的细胞把它压下去了，哎，你的癌细胞就越来越少，越就被控制的啦，哦，所以我们的人啊，就癌，你就是癌细胞跟好的细胞都是要共存的。可是你要保持说你的好细胞比较多，不好的细胞就比较少，哎，然后你就可以，哦，控制这癌细胞，不能叫它不能乱来，哎，啊，已经发生事情了，癌细胞已经验出来了，代表你的不好，好的细胞已经少了，啊，甚至还少了可怜了，或者细胞出来当王了，就是这样，啊，所以至于癌症就是一定要自己，啊，强身，就是自己有求生力。求生能力，就是你求生意志要非常非常的强啊！哦，你不要听到医生说剩下半年，哇，死了！各位前点，咱哪个死也要栽？没了，哪个栽了？吓死你了！医生说六个月，绝对活不到七个月，很准的，因为真的都吓死了啦！哎，啊，我后者跟你讲，不用怕，你真的得到癌症也不用怕，活化细胞，哦，所以一定要运动。一直运动，不管你做什么运动都好，去随那个啊，那个姜老师他们返老还童哦，那个也是很好，那个也可以。我要早起就是了。五点啊，哎。我要每天呢。对呀，每天呢，哎，反正就是你找一个运动啦，哦，走路也好了，跑步也好了，外单工也好了，就是。我会建议他去哎，跳一个。是啊。我练了大概两三年。哦，那你怎么没有再继续练？你有练吗？因为工作关系，后来就那你会去自己在家练啊？或者跟你讲，练那个很好，可是你缺血还是要把它补回来哦。你补回来再练，就效果更好。因为温这协会哦，它有一个还有协会有一个，它里面有专业的医师、药师，还有营养师。也配合业状况。哎，如果有这方面的亲戚啊，哈，就身体衰弱的状况啊，可以去找他们这药真的很厉害啊。哎，或者准备退休要来。先加油。有啊，可是我现在早上四五点就起来做生意啊，你没办法去练呢。哎，或者都对着那个吧台在练呢。是啊是啊，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功法啦。啊，像霍水刚刚讲那个故事，他就赤脚，哎，结果身体越来越好，细胞一活化的非常好，他发一个大愿，要绕台湾一周，赤脚用走的，现在还活着。医生宣布他六个月，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他还活着，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各位前这个就是一种理论，你知道理论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去保养你的身体了。哦，然后呢，不是运动而已哦，生活起居要很正常，心情要保持得很愉快。好，我带你去吃饭了，好不好？吃饭吃饭，中华一下嘞。女孩子情绪是很。对呀，就忙不出来，然后有事情，好，所以为了身体健康，你就是要很开心，好，啊，然后唱歌是健康最好的管道。好，这个心里面就提了哈，这个就是你没有笔没有纸，然后，哎，没有书本的时候，你随便看三个字，然
反正就是这样马上算出来，啊，针对你的需要然后去断，啊，所以或者说你一定要变得很熟，就这样子，这次很熟，然后做出来了，哎，啊，出来之后什么卦，你都记在脑中了。是啊，新同学，而且既然哦，你以前如果动到第二爻，对不对？那是不是要从那个第二爻，它在演绎生理产生？演绎什么？因为第二爻意思啊，因为对。哦，不啊。第一个我们就看卦象嘛，他问身体说他身体本来是春阳之体，已经被拨到剩下一个阳了，第一个就是不好嘛哈、哦。第二个阳，这个意思哈、哦，就是拨到那个。拨卦哈，第一爻就拨到那个，他做一个比喻呀、啊，就是个床啊。第一爻就拨到他的脚了、啊，那个床底的脚一直拨的啦。第二爻就拨到那个床边的啦。哎，第三爻啊，已经拨到整个床都拨掉了啦。哎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虽然身体不太好，可是还不是很坏，还有得救的意思，还有可以赶快返回的意思。哦、啊，所以你说的是要延稳，延稳它大概是这样，拨到它的边。对，前面那个白灵，你就是前一年本命卦叫是拨卦，对不对？哎，它也从已经走到第四爻的第五爻，你就把卦第四爻意思，对不对？对，一个意思嘛。哎，对，啊，也就是说它动到心思啊，它的意思啊，可是最重要是看它的未来啊。未来，啊，就第四爻，就跟三星的这个关系。哎，对对，不一样。像流年的话，他的生机是在第六爻，哎，说大概他在五六十岁会出运嘛，开喝命啊，啊，起头拢开命。命啊，命啊，他那个是啊，好地震啊。哎，对，对，哎，哦，对哦，你说的这个对哦，就是说，比如说我动到这个，你要是看这个爻辞，还有蒙卦的爻辞。对呀、啊。第二爻蒙卦的爻辞叫包猛吉、纳乌吉、直克家，哎，你就知道后腿有头子了吧？哎，哪有我就可以把它念出来，哦，纳乌吉子克家就是说，纳乌就是说是一个好太太，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贤内助，哎，啊，所以呢，蒙卦代表的叫包容，就是说你的心哦要懂得包容别人呐、啊，包容啊，哦，不管你的什么人呐、啊，啊，你就把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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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不了解的，你要是包容。这样子，这个蒙卦叫包蒙吉纳乌吉子克家，哎，好，最后呢，哎，师尊老大呢就提供我说，同甘共苦才有力量，同甘共苦呢才有希望，同甘共苦呢才有美好，同甘共苦才能见真心，哎，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万众一心，一万个人就一颗心就好，哎，好，啊，所以各位贤人。哦，回去的话可以随算算看，一定要按演练哦。你不会演练，你就懂懂懂，回去绝对不懂。然后你想要哎试试看的话，你已经忘记什么动了。所以或者建议大家回去啊，你就就不要问事，也不要紧了，反正你就演练嘛，啊，慢慢看啊，算算看啊，看这样对不对？哦，就是现在未来啊，把它算出来啊。用书本的也可以，看字的也可以，通通可以。好，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很多不足的话，我们不是这种关，也请各位浅浅的多多包涵，一路过程还是随喜当中哦。最后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道路红展，感谢师傅，谢谢。